今天呢，我们来讲讲要怎么把你的房子的墙壁弄上你喜欢的颜色。或许我们可以去买贴纸来把墙壁贴满，不过你必须要先知道有几张贴纸才能够把墙壁贴满。这是一张正方形的贴纸，而这一张贴纸，我们如果要贴满墙壁，我们大概可能会需要一二三四五六七。八、九、十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，我们需要20张贴纸才可以把这整面墙壁都填满哦。但是如果今天要贴的墙壁非常非常大，该怎么办啊？如果一张一张贴，慢慢数啊，不都要数到天黑了？于是呢，数学家发明了一个很棒的方法，那就是面积。刚刚那面墙壁，不知道有没有发现，它其实是由5条线所构成的哦。而这每一条总共有4张贴纸，我们不妨我们来数数看好了。首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总共有5条。然后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所以每一条总共有4张贴纸。所以，我们把5条，每一条四个，5乘4，我们就可以得到20张贴纸喽。所以，我们如果要知道这一面大墙到底要贴几个贴才可以贴满，我们第一件事情，我们需要知道它有几条。于是，我们算一算，诶，它有10条。那每一条几个呢？它有6个。所以，面对这么大一面的墙壁，我们只需要把10条，每条有6个，所以总共是6乘以10，所以有60个哦。好，所以我们这60张贴纸就可以贴满这整面墙壁了。那我们来看看其他的。好像这个，我们可以看到它有5条，然后总共每条有3个，所以是5乘3。而这个呢，总共有5条，而每一条有5个，所以总共是25。这个好像不太一样，它好像我摆了正方形贴上去，它会有凸出来或是有缺的地方耶。那该怎么办呢？我们就拿出我们最厉害的美工刀，把这个三角形从中央劈开。接下来呢，就把它给翻个面，然后转一圈，然后接下来呢，再把它放回到它的旁边。于是我们就看到它又是一个长方形了耶。于是呢，我发现它可以用正方形去把它给填满喽。那它总共有3条，每条有6个，所以我知道它总共有18个贴纸哦。好，那我们一样把它复原成原本三角形，我们把它转个圈，然后翻个面，然后接下来呢，把它给并回去，我们就发现，诶，它就是原本的三角形喽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一样遇到这个梯形该怎么办？我也是一样，我拿正方形去贴，可是我却发现它一样有一些地方我填不满或有缺的，于是我一样拿出我美工刀，轻轻一划，诶，我们就发现说，我们再把它翻个面。转个圈拼回去，是不是就跟刚刚一样，可以变成一个长方形了呢？而这个长方形呢，我们依然可以用这几个正方形去把它填满。然后我们发现呢，它有6条，每条有6个，所以总共有36个贴纸哦。那我们现在一样，我们把它复原，我们把刚刚那块切下来，然后转个圈，然后翻个面，接下来把它并回去原本的梯形里面。结果我们发现，诶，其实我们刚刚就已经把这个梯形贴满喽。好，那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今天所上的东西哦。如果你今天遇到一个长方形，然后你要算它的面积，你就拿长乘以宽。那如果今天呢，你遇到一个三角形或遇到一个梯形的时候，没关系，拿出你的美工刀，把它切一切，转一转之后，拼成长方形，你也一样可以找出它的面积哦。下次如果在吃三明治的时候，或许可以不要急着吃它，想想看，如果把它转一转。或许可以拼成一个长方形哦。